11月28，这个第九次的酋长宴。今天带夫人来去看丹氏鸬鹚，好像真的很稀有。昨天拍到的时候还不晓得，以为只是普通鸬鹚，就好像人家一讲就觉得哦，好像蛮稀有的。那今天还是抽了空带夫人过来放一下。这一两天应该是基隆接下来的最好的天气，12月、1月、2月可能都不会比现在天气好。去年实在太惨，所以今年就赌这一天了。接下来就是到3月以后去了，希望不要成真呐、啊。现在3点啊，我们还有半个钟头而已啊，最晚拍到3:40啊。哇，你看三只，一二三，还是三只啊！还在，这就不急了，这随便拍拍20-30分钟就解决了。三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三只，表示它没有在海上了。你要站那只有没有？有准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山壁上。啊，对。对对对。左边一只，右边两只，位置都一样。他是比较喜欢海水，他会刺激的，对啊。啊，他普通鸬鹚就比较喜欢淡水，但是海水不会，但是他比较喜欢淡水。他懂吃，他吃海水。海水。但是还是有准啊，好像没有拍一下有准也不行。好，这次这样看就有点猛的感觉。对，我刚才看到它顿了一下，一千的，说，赶快说！啊！好了，拍一下你停的位置就好。来这边看，对，好看到。出来！我老婆说出来了。还停哪里？一样啊，一样啊。哎，这是两只哎，好，有。
得母鸟的眼神看起来不太好。640啊，640啊，对啊，你就不给我买嘛，对不对？啊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快了哈，快三点。结束？对呀。看一下，四点了。哪一只？右边单独那只扁扁的。
间那个看到吧哈，而且一直站着就很没意思哈，至少在水里面游一下哈，然后拍游隼也飞了两趟还是三趟，然后有只拍到一趟而已，因为装的加倍镜不好拍。对对对，你应该去买一顶斗笠，斗笠这里。斗笠戴起来呗，斗笠会去撞到相机，这撞到相机我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一顶，那后来买那顶太长了，没有，那些还没有到那个习惯位置，像我后来就戴这顶，因为这顶已经被我吐习惯了，这顶后来比较少戴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经过十二月、一月、二月三个月的下雨天，基隆。个人见，这是最可能是以后三个月以来最好的天气了。吃了黑白毛，多难吃啊，一点都不好吃。吃到他上第一道那个小卷，我就想去吃龙虾。跟你讲要不要吃龙虾，你又不要，你又说黑白毛就好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你之前都说黑白毛很好吃。我那样说很好吃。我们扫墓完不是吃黑白毛，是吃新港海鲜。对，新港海鲜多好吃啊！那个海胆炒蛋，对不对？好，快！新港海鲜还有什么好吃的？果干蜂蜜哈。今天特别有点赶，把田寮羊待最久。哎，回家了，还去接小胡了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有啊。你是先看到我还是先到妈妈的？美腿狐。你看到妈妈。哦，美腿狐。哦，美腿毛啊，不是美腿狐。美腿毛嘞。妹妹嘞。妹妹。你有没有很想我？我好想你。哈哈哈哈。哦。我看到你的帽子。看到我的帽子。看到吗？他抛弃我。抛弃，对对对对。跟我一样被抛弃呀。你只能跟着我的命了，对不对？妹妹把你无视，对啊。哦，你是有看到他吗？有。他没看到你啊？我看到了又。他过来跟我想说，他看到我的帽子啊。对啊，妹妹是先看到我的。